在热烈掌声下接受荣誉颁奖。他是为社区服务20年的佛光义工。John San, 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 of Ottawa Carlton for 20 years.秉持星云大师慈悲的精神，渥太华佛光山五位资深义工获选安大略省政府义工服务奖，在住持永固法师以及当家知印法师带领下获颁肯定。感谢大师给我这个平台，一个为大众服务的平台，一个发生慧命之家，希望我们在这里能够为更多人做到更多的事情。感谢安省政府颁发这个奖，肯定我们在社区上的服务。感谢星云大师让他们有了服务机会，多年以来持续护持社区，手上拿着勋章以及证书，把这一份荣耀献给人间佛教，未来要持续弘扬善法，把佛教爱与关怀传递出去。经卫视加拿大渥太华综合报道。